广告，广告。腾讯视频 v.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我要反馈暂停，下一集0:13直播，1:13弹幕高清，超清 720p， 高清 480p， 标清 270p， 倍速 0.5x 1.0x 1.25x 1.5x 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。下一个即将播放，取消广告，广告前瞻 U23 男足 VS 叙利亚，争小组头名，张玉宁判复仇 50%、75%、100%。Media 0027CML3XA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.2%， 视频协议 https://cd/nabd63c5d5ddca11374/9b0377b1c9cbd6f/vsmtcdns.com 下载速度，缓冲质量，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， 2018年8月7日 21:03:15 播放流水 Bet 9205 C6AC6029624FF6D9FFCA95A70201 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，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前瞻。 U23 男足 VS 叙利亚，争小组头名，张玉宁判复仇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R PUS HVIDI 00274ML3XA ING HTTP INUS GTIM GDCOM NUSAPLS 04844218696 0480 Date 视频前瞻 U23 男足 VS 叙利亚，争小组头名，张玉宁判复仇，时长约1分13秒。腾讯体育8月16日讯，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场，中国 U23 男足对阵叙利亚。赛前中国队首发公布，遇上一场没有变化，张玉宁韦世豪领衔首发。首发名单，门将易晨威，后卫20的韩文高准翼，19刘一鸣，4刘洋，中场6姚军胜，8何超，15张元，前锋9张玉宁，11陈立斌，起为世豪替补，2李海龙，3陈哲超，深唐诗，12周玉晨，3黄子昌，4龙城，16冯博元，17徐佑刚，18陶永进，